评委老师好，大家好，我叫刘涛，我来自山东枣庄，然后，你好，刘涛，你好，你第好，二主次任，见面了对啊！对对，这个好多朋友一看你上来的时候，说实话，估计得心里一紧啊。您给大伙儿说说要表演的是什么？估计大伙儿心里边更没底儿了。您要给大家表演的我是什表演么？的是吉他弹唱，吉他弹唱，对，用脚，用脚弹吉他。对。你说吧，用脚弹钢琴呢，我们可以理解啊，这个毕竟钢琴的键盘比较大，那个吉他呀，那弦儿都离着这么近，而且呢，它按，我们正常用手按，有的时候按弦都按不住，它有的时候那音都发呲。你用脚能弹吉他，闻所未闻。可以，那我就给表演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来。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才懂得你不容易，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，微笑着说回去吧，转身来时眼底多想和从前一样，请你温暖手掌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托清风捎去安康。时光，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让你变老了。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。一生窈窕的爸爸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微不足道的加吧，谢谢你做的一切啊，双手撑起我们的家，总是竭尽所有把最好的给我。我是你的骄傲吧，还在为我而担心吗？你牵挂的孩子啊，长大了。时光，时光慢，再让你变老了，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。一生要强的爸爸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微不足道的关心收下吧，谢谢你做的一切，双手撑起我们的家，总是竭尽所把最好的给我。我是你的骄傲吗？还在为我而担心吗？你牵挂的孩子啊，长大了。感谢一路上有